这些买监控容易忽视的坑，你可要注意了。一要连接 WiFi 网线的，容易掉线卡顿。二不能360度旋转，影响观看。三没有夜视全彩功能的，晚上看不清。四没有报警功能，有人出现不能追踪报警。五查看录像回放要收费的，这也太坑爹了。如果还在纠结不知道怎么选，我推荐你买这款功能齐全的4G 智能监控，免安装免布线。插上电后扫码连接就能用，拥有500万的高清画质，能360度无死角旋转，可以远程开灯不限距离，还能双向语音对讲。不管你在国外还是省外，都能随时随地拿出手机实时查看家里的情况，自带报警功能，有人出现在设置的监控区域就会发出警报，监控防雨防水，就算放在户外不用担心下雨弄坏机器，而且白天跟晚上一样都是彩色画面，不怕看不清。监控还支持多部手机连接，能让家人们也参与进来，内置大容量内存，手机可以免费看回放，现在工厂滞销，一个也包邮到家，老铁们感兴趣就点击左下角查看详情购买吧。